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大有威啊！今天大盘呢呈现一个低档震荡，尾盘有拉起来哈。哎，记不记得在盘中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家人好友，你有加入我的这个群组，我在盘中有没有提醒大家？今天第二只脚的时候有没有提醒大家要干嘛？要赶快进场。那今天进场是不是最好时机呢？我股票啊。股票如果说你是赌短线，像最近的行情呢、啊，赌什么？啊，不能说赌了，很多的风向跑到哪里，很小型的，跟 AI 没关系的，短线消息股的，短线可能的一些什么政策利多的股票，啊，这种啊，有可能什么？今天你没有买完就涨停了，然后呢，涨两天就结束了。那如果说是一档股票，它是飙得很久的。飙得很凶的，它超过五成以上的，那这个时机点呢？多头的行情，只要你敢买都是买点。但是呢，你会越买越紧张，越买越担心，越买越高，但是还都是赚，这是多头趋势。所以你要先想到你现在的操作的习惯是什么？拼短线，早上赚。下午赔，今天还是穷光蛋，明天暴富，然后今天赚了很多，后天输光，每天拼输赢嘛，好，还是什么？我们一步一脚印。我跟大家讲，在整个市场里面，很多人讲说要追随成功者的脚步，那你追随到了吗？你跟到了吗？那些成功人是怎么操作的？你吸收了吗？你有没有照他的模式去做？不是拿一本传记回来看，哦，传记回来看成功了。你要看他的心路历程，你要看他的转机在哪里。你的股票，你的操作，你说资产倍增是梦吗？不是梦，哎，不是梦。我今天看到这些新闻啊，又看到市场这些股票，这个波动啊。我这最近苦口婆心了，从去年讲到现在苦口婆心了。看到今天的新闻，大概就知道了，你们的习性没有改，你不跟着我，你要怎么赚钱？每天受这新闻波动，嗯，啊，今天呢，第二只脚的时候，我在群里面有没有告诉你要进场？我在群里面有没有告诉你，你要赶快排队，你要赶快报名啊？我怕你排不上名啊，你要赶快报名啊，免得到时候一买就喷出去了、啊。你要买第二支、第三支又来问我，我每次都跟你讲在最前面，你不要等到真的涨上去了，你不相信我，你不要来找我，你找我干嘛呢？我跟你说有三成到五成的机会，我说我们先赚到钱，这张股票如果说没有继续涨，我们换掉；如果继续涨，我们就继续报嘛。报到翻倍啊，多头行情不这样赚吗？大涨已经涨到两万点了，你还在担心？一万六你担心情有可原，18619你担心，我也觉得值得原谅。两万点还担心，很多股票还没飙哎，只拉指数，很多股票还没飙哎。我在第一季的三月的时候跟你讲说，第二季的行情会更飙啊。现在第一季的业绩出来了，那你觉得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好还是坏？好，那既然是比较好的话，那你觉得第二季的涨势会不会比第一季凶？不会啊，那你就把股票卖掉啊，把股票卖掉了，你这样子啊、哦，每天折磨自己也不是办法了，每天啊又觉得这股票不行，然后每天又在盯着股票，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，要有眼光啊。做当冲的人的境界啊，格局啊，跟中产阶级做波段、做长期的不一样。那些呢，我们讲说这个在舒适圈里面，中产阶级里面，又跟富豪的投资的心情又不一样。而富豪呢，跟上市公司、跟这些作手呢，他们的操作习惯魔性更不一样。你是哪一种人呢？你是哪一个阶级、哪个境界的？你接下来财富就会到哪里？我们看趋势已经看到了嘛？我们不要说去年的，去年什么？你看今年去年底的，
不要说说去年中我怎么讲的，对啊，你看去年底我怎么讲的，我说不止两万二嘛。三月八号我跟你讲，现在你不要怕错过行情了。现在是不是个股表现？现在是不是很多股票在嘎空单嘎空手？为什么会嘎空单嘎空手？哦，嘎到 咬舌头了。为什么会嘎？因为你去放空的人，你会认为这家股票业绩不好嘛？你会认为这家股票涨高了嘛？结果呢，他事后给你爆个大雷，哇，业绩突破了，啊，突破怎么办？大家追着买啊，买不到的涨停板再去挂价啊，把这些空单嘎的叽叽叫啊，然后他是怎么挤牙膏一样，慢慢放消息，慢慢就放消息，股票啪啪一路上去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你做多没赚到，也不是这样子吗？也是因为没看到消息嘛。没看到新闻嘛，那结果呢？结果你就追在高点啊，等到消息出来才去追啊。所以你们都会认，不管做空做多的，我直接跟你们讲，都一样啦，你们都一样啊，一定要看到消息。我以前曾经讲过，看消息的人啊，是做会计人在看的，他看到确定的报告，他才能去报，时间到才能报。那真的业绩会出来的时候，老板什么都知道，前年就知道了，设备什么是进来的。五年前就开始买了，业绩什么时候会报？半年前他就知道了。那下一季的订单，下一季明年的订单什么都在谈，今年就在谈了嘛。那你当然会输钱了、啊，你当然赚不到了、啊，你当然担心嘛。安国到现在怎么样？还是赔钱的啊？好了，不讲了啦，讲听得懂的就听得懂了，会赚钱的就是会赚钱了、啊。有没有发现，有钱的越来越有钱了、啊？因为他懂了，他顿悟了嘛，没钱他继续没钱嘛，要看技术面，要看基本面嘛，要看产业面嘛，啊，要看这是哪个集团的，这是哪个供应链的嘛，不是他供应链就不好啊，谁说的、啊？谁说的、啊、？AI 现在是全市场的利多啊，全市场蜂拥而至的、啊，它是一个大趋势啊，你沾到边都能赚啊，那你如果做到核心的呢，大赚嘛，你不要。所以啊，今天为什么讲说你们很多看到新闻又在紧张了？所以你常常在看区域性的、地区性的新闻，你会赚不到钱。养成习惯以后，你赚不到钱。不是说你今天做这些股票，今天涨停板，我不是说今天涨停板不好，今天很多涨停板，今天是百花齐放嘛，什么样的股票都涨嘛，涨得很，你感觉没有次序嘛？没事，它一样是涨。但你养成习惯，只追逐当天的涨停板啊。只追跟着消息的话，你养成习惯，你后面会赚很少，会越赚越少，它越赚越少。好，那今天呢比较重要的消息是这个 CPI 美国的哈增幅超过预期，增幅超过预期会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哦，市场不再认为它会降息，然后美股早盘大跌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哎。我下个直接下结论就好了，六月会不会降息？不会。我这两天已经跟各位讲了，很多的经济学家他一直在过去的框架里面，因为每一次的经济学的新的学说都要百年以上，他们还在旧的思维里面，尤其经济学家是以逻辑推理的情况，他推不出来，他没办法，他只能在旧的，他推没有新的，没有新的才能出啊，没有新的一些什么经济学家拿到诺贝尔奖的话，他一样照在旧框框的。为什么降是这个降息就会对你好，你就兴奋，不降息你就紧张，为什么？如果现在降息的话，资金是不是涌入资本市场？啊，会大赚啊！如果现在全市场最好赚的是不是股市？是不是债市？你现在降息，钱会跑哪里去？钱会跑实体吗？这些钱会拿去开公司吗？这些钱会拿去创新吗？不会啊，全都跑到股市来投机了、啊，对行情好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那不降息，这增幅是超过预期哎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再看这经济学家他们乱讲话。行情涨到两万二，美国怎么涨？日本怎么涨的？怎么涨出来的？科技革新呢、啊？科技革新啊，就废话不多说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，你要小心了、啊。啊、哦，那这个今天呢，那上市柜的第一季营收还要看吗？那第二季会不会比第一季好？会不会？啊、哦，好，新闻就看到这边了。那些啊，譬如说做什么
我们讲说做这个人家看观光啊，我只跟你讲，我不用拿新闻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老习说的不算，老习说的不算，啊，你不要，你看观光嘛，涨一天啊，一个消息出来涨一天嘛，老习说的不算，那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，人家还没有就职哎，赖总统还没就职哎，上一任不敢讲，这一任还不能讲啊，你要看520再说吧。你现在兴奋什么？要看大趋势 ，AI 是大趋势，全市场需求的。好，那都跟就不用讲了嘛，大家都知道都跟，除非碰到什么更大的地震的话，那你不会有我们讲说这个接下来的都跟呢、啊？大家都知道这些弊案会比利益大，好，弊案会比利益大。我讲到这边就好了，重点还是股票啊。我们在这边要做的是股票，不是在这边猜那个新闻他怎么讲的。好，来这张股票。我说这张股票啊，这张股票在哪里？这边嘛，哈。我昨天讲这最强的 AI 啊，你要看的是这个 AI， 现在是全市场在发展，不断的有大公司、大财团在投入 AI 的，投入 AI， 不断的资金在投入，不是阿猫阿狗啊，不是小公司啊，小公司做不了啊，他投入这么多干嘛？要独占这个市场。你说没有利润，他独占市场干嘛？接下来所有源头都要从他们出发的。你觉得这 AI 大不大？那我说有一档股票，哦，买千金不如赚千金。我说你去买那个一千块、2000块、3000块无所谓。那这1000块、2000块、3000块的股票再涨，2000块再翻倍嘛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这么想啊？你不是想说买3000块翻到6000啊？没有，我想说买1000翻到2000了。那你看得到一翻倍的股票，我不认为不对啊。但是如果说你买个1000块、2000块只赚价差的话，你买这些股票干嘛？你买1000块的股票，你只为了赚2根停板、3根停板？我昨天讲过了嘛，我昨天讲过联发科今天消息有没有出来？有出来嘛，对不对？3月业绩旺嘛，单月重返500亿嘛。好，那这么好的行情，我说到底会不会到嘛？我们不要去猜嘛，我也不能跟你定说这2000块一定会到嘛。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到了，业绩这么好的，1275到2000才多少？才多少？几成？我们讲800块就好了啦，800块不到70%、啊。那如果不到2000呢？50%啊？哦，你买个1200块就为了赚50%啊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做翻倍股呢？他为什么不跟我做翻倍股？好，那如果说有些股票你现在看它没有到千金，将来会到千金，而且现在你不要跟我抬杠啊！哎，老师，你找个990的说会到千金啊，我都被你拐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张股票到千金啊，到千金就翻一倍的，到千金就翻一倍的，没有到千金呢、啊，没有到千金呢、啊。我说筹码锁定会通天呢、啊，什么叫没有到这个千金呢、啊？就翻倍了，这边啊大概才900了，这边呢、啊、不到500了，摸到什么叫蓝框？蓝框就是前波高点嘛，前波高点摸到蓝框，它就有机会翻倍哦，它不用突破新高啊，摸到蓝框这一段就翻倍了。大 AI 啊，不是股本大、啊，这家公司很大、啊。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。什么是鲲鹏展翅啊？哎，大家知道什么是鲲，什么是鹏啊？鲲啊，庄子逍遥有讲，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啊。鲲之大，一锅蹲不下，够大了吧？对不对？庄子说这个北海有一条鱼啊，很大，有多大呢？一锅它蹲不下。那什么是鹏呢？啊，鹏就是鲲变来的嘛，它会化成鸟，它说化为鸟啊。那奇鸟之大，大有多大呢？这鸟有多大呢？要2个烤肉架，啊，这你看有多大？啊，我今天要给你端的这盘菜，我今天要给你上这个菜，就是大菜，就是告诉你的，十几二十块的，你看2000多点了、啊，还有十几二十块的股票，我们先不用看了，啊，那也会涨，但是呢，你要看现在到20000多了，很多股票筹码异常的集中哦、啊，异常的集中啊。
而且不是小公司啊，不是小公司啊，为什么筹码那么集中？为什么他买了以后就不卖？为什么在震荡的时候他就不出？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？你知道他明年的业绩怎么样吗？你知道今天他谈了多少案子吗？这种股票是很多很多有钱人啊在跟我做的，很多有钱人跟我做的。为什么？他也懒得在这边啊什么啊先拼五成再拼翻倍啊，太累了，我们直接一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一档。那但是呢，我跟各位讲啊，一档就好了。那我跟各位讲啊，这些富豪啊来找我的啊，然后找我很多，但是呢，以整个台湾的有钱人来讲算少数，因为他们是有钱之后才来做股票，他不是做股票变有钱的，所以呢，他还是有他的盲点，他要忙他的事业，所以他希望股票越来越少。我说股票本来就少，我又不是像其他人是吧，一叫每天叫每天叫一千多档，我跟你讲，他在投顾干五年了，所有股票都被他叫完了，从去年到前年到现在都没有翻本的股票一大堆，你不要看现在两万了，还有股票赔钱的呢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有钱人呢、啊，有钱人烦恼不是很多，但是有钱人快乐，你想象不到嘛。但是大部分的都是中产阶级的，大部分都是百万阶级、千万阶级的来找我，这个比较麻烦。为什么？我想你们啊，就是有一个坏习惯，有个坏习惯，有八千万的时候啊，去年有八千万的时候啊，来找我，啊，价格谈不拢啊。你现在输多少？我不知道笑你啊，我也不知道损你了。现在剩三千万，你要干嘛？三千万你来找我，叫你帮我翻本，你输五千万是你自己输的，那这个五千万要我来帮你赚回来，我说没有问题啊。那你要给我时间呢？大盘如果是两万点，在这边走三个月、四个月，它不是用喷的，你要给我时间呢？那一般来说，中产阶级碰到这种问题比较多。他输个两三成就紧张了，因为他本身资产不够嘛。大户可能输个三五千万，他还能活，剩下的钱都够养老的。而一般中产阶级，我帮的比较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输一点点，他可能就担心后面三年的生活了。人家输五千万，后面二十年的生活都无所谓的。所以呢，你们的钱如果仅限于几千万以内，甚至一千万以下的，你要好好操作，先赚啦。讲那么多，你先赚啦。一样，这张股票啊，是索马高空股，你拿到就直接去买，拿到先。那我昨天讲过了，多一点，多一点或少一点，这只股票我是准备要带你拼翻倍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这张股票在涨势的过程之中出现异动的话，我会带你换了。但是没有告诉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卖。没有告诉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的股票，我都是看波段的。我不是看那些短线的，有些产业你听就知道，有些产业它是有天花板的嘛，它一年能赚多少钱？你看这个房间，你看这些饭店的房间，有跟维格一样吗？每天订不到，我没去订啊，我听人家讲的嘛，每天订不到，每天换，每天周转，一个房间一天卖好几次。你看那大饭店一住观光客一住就好几好，就是半个月的十天的。它没有周转率啊，它是获利是有天花板的嘛，所以要做什么？要做这个，我们先拼五成，我们先拼五成，来今天把这个 QR code 先扫起来，先加入我的群组，先加入我的群组。那这张股票，你如果觉得五成太多了，三成好不好？你自己去卖，你不要来问我。你自己去卖，我说这张股票会到。你如果说担心害怕，你要提早，你不要来问我。问的话，你下次我不跟你讲。下次你来问，你换号码来，你就换嘛。我看你能换几次号码来问，每次都一堆了，要跑掉啊！我们上次没赚到，有没有赚到？没赚到，换个号码又来，换个号码又来。为什么我现在要清号了？我要清号了。你如果再没有赚到的话，问你没有赚到的话，我直接给你删掉。我直接给你删掉。怎么也没赚到？我的股票有多强啊？我的股票有多强啊？这张股票，我说这个股票会比吉毛还飙，有没有比吉毛还飙？有没有索马完地就是喷？你看现
几只啊？我不是买在最低点呢、欸。我之前跟大家讲什么？现在的行情是什么？很多的股票在做轧空手跟轧空单呢、欸，不是只有靠业绩，你每天靠业绩，那当然有业绩的话更轧更凶啦。啊，那我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啦。我想今天啊，今天我只跟你讲了，你今天龙券还不去补的，你会后悔的。那当时啊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我跟你讲的股票你不买就算了，我没有时间去跟你解释技术分析的，是不是压力？是不是压力？那你怎么不看下面有支撑呢？买当天赚，隔天再涨，啊？那现在压力是不是变支撑？那真的拉回你又不敢买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讲那么多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。还有很多，还有一些像那个集贸啦，这个秦雅都准备要，集贸也是一样啊，集贸也是被关紧闭啊。那个关紧闭的股票，你觉得我今天没有时间，我明天再跟你说集贸的事情啊。我赚那么多了，我担心它分盘吗？你要分盘去买在高点，你当然担心了。哎，同一只股票、欸，同一只股票应该大家一起快乐的、啊，同一只股票应该一起快乐的，怎么会一档股票有人担心，有人快乐呢？而还何况你是我群组里面的好友，应该是大家一起快乐的、啊，怎么会是在群组里面好友有人开心，有人担心呢？系统今天怎么样？啊，系统今天表现怎么样？今天呢、啊？今天是不是涨停？今天是涨停，涨停吧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我是不是告诉你连买两天？是不是告诉你连买两天？那今天呢？啊，4月1号、4月2号，啊，我是不是连续两天喊你买？今天，啊，今天是大涨，啊，今天大涨。多少？啊，你先出没有关系，先出没有关系。你要浪费接下来行情，先出没关系啊。来，先拼五成，再拼翻倍。你都出了啊，你不要来问我啦。你都出了，不要问我。你换号又跑进来问的，我不会回答你的。你老老实实用原来的号来问我，你跟助理好好聊。我会带你做，来，我们先进段广告，待会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频道来电不到5秒钟，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，阿伯要去买菜，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。学校附近五阴拉郎，医院周边五老寡郎，人车拥挤处五探假郎，五号字行啊靠五单处来郎，整条路拢赶郎。特定区域小心，减速随停，让爱随行。
欢迎回到现场啊！没有什么 做不到的，只有你要不要跟着大伟，你就能够在周周完成小目标。小目标是我定的，但是呢，你要降低标准也无所谓，反正大家有赚就好啊，大家有赚就好。接下来我们资产就是要倍数翻呐、啊，就是在第二季要倍数翻，第三季再翻，股市能涨多久我们就翻多久，好不好？来，没什么做不到，就要不要？这支股票一样，先拼五成。你要先跑的，有震荡你要先跑的，你不要再问我可不可以再买了，先赚再说。这索马嘎空的，拿到就直接买。你今天来拿，这一档就够了。我让你来验证，我让你来体验法人索马之后飙升的力道、啊。系统有没有告诉你？连续两天有没有告诉你？昨天啊，昨天我还讲说什么啊？4月9号我有没有讲过？出场的不要后悔，我告诉你，出场不要后悔，你后悔少20%了。来来来，把这档股票先带回去，先赚，先赚，你跟我先赚，我们再来拼翻倍，翻倍才是我们今年要做的最大的大事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